长安街知识微信 ID Capital News 获悉，青海省委副书记刘宁已出任省政府党组书记。8月5日至6日，宁波市代表团在青海省学习考察，青海省委副书记、省政府党组书记刘宁会见了宁波市委副书记、市长裘东耀一行。目前，青海省委书记、省长均由王建军一人兼任。刘宁出生于1962年1月，吉林临江人，曾任水利部总工程师、副部长。2017年4月赴青海工作，任省委副书记。8月兼任政法委书记。今日上午，江西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在南昌召开，决定任命易连红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，代理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。刘宁简历：刘宁，男，汉族，1962年1月生，吉林临江人，1983年7月参加工作，199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水资源与河流工程系水文学与水资源专业毕业，在职研究生学历，管理学硕士、工学博士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，现任青海省政府党组书记、青海省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、省委党校校长，曾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、长江水利委员会、长江勘测规划设计院枢纽设计处副处长兼二室主任、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助理兼枢纽设计处副处长正处级。1998年7月任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、副局级。2001年12月任南水北调规划、水系管理局总工程师。2002年4月任水利部副总工程师、南水北调、规划设计管理局总工程师。2003年3月任水利部总工程师。2009年2月任水利部副部长。2009年4月兼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。2012年10月任水利部副部长、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。2016年8月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。2017年4月任青海省委副书记。2017年5月兼任青海省委党校校长。2017年8月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、省委党校校长。2018年8月任青海省政府党组书记、青海省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、省委党校校长。第19届中央候补委员。易连红简历：易连红，男，汉族，1959年9月出生，湖南涟源人，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76年8月参加工作，研究生学历，经济学硕士学位，教授。1976年8月1978年9月湖南省涟源县桂花宫设置，经1978年9月1982年7月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政治专业学习，1982年7月1984年8月湖南省邵阳基础大学教师，1984年8月1987.07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政治经济学的专业硕士研究生，1987年7月1992年1月湖南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教师，期间1990.021990年12月获职任湖南省株洲化工厂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助理，1992年1月1994.09湖南省委党校科技教研室副主任，期间1992年2月1994年1月挂职任湖南省沅陵县副县长，1994年9月1995年9月湖南省委党校校长助理，1995年9月2000年7月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，2000年7月2004年5月湖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正厅级，24.052011年11月湖南省岳阳市委书记，2011年11月2011年12月湖南省委常委、岳阳市委书记，2011年12月2013年5月湖南省委常委、秘书长，2013年5月2017年7月湖南省委常委、长沙市委书记，2017年7月2018年5月辽宁省委常委、沈阳市委书记，2018年5月2018年7月辽宁省委副书记、沈阳市委书记，2018年7月
2018年8月江西省委副书记，2018年8月江西省委副书记，省政府副省长、代省长，党组书记第19届中央候补委员。